Hello，大家好，我是 Kimiko。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个，如果你平常是属于弯腰驼背又有耸肩习惯的人呢，你啊的手臂还有背吧，还有你的锁骨，应该会因为你的姿势不良，导致呢它越来越肿胀、肥厚。所以一个靠墙的动作就可以很简单的让你的身体姿势回正。然后重现你的锁骨线条，再加上可以很确实的动到你的肩胛骨。第一件事情，坐在地板上，然后找一面空白的墙，要让你的人确实的靠在墙壁上。那如果呢，你是属于可能尾椎有受过伤啊，或者是你已经比较无法久坐的朋友，你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把它卷起来，或是像我一样使用 Pimi 棒，让它坐在瑜伽垫上，离地板有一点距离。然后呢，让你的双脚确实的并拢，脚跟跟大拇指的内缘都要很确实的合在一起，膝盖并拢。所以注意喽，一、二。这两点要很确实的并拢，臀部第三点要很确实的坐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然后双手握拳，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让你的虎口去对准你的胸部两侧，胸外腋下的位置停在这里，然后呢，让你的后脑勺往后顶住墙。所以如果你绑马尾的同学，记住你要把马尾放下来哦。好，检查一下。两只手的拳眼要抵住胸部的两侧，手肘要确实的180度平举抵住墙，很慢的速度呢，跟着我一起先做一次，慢慢的往前呼吸，推，二，三，四，and 关，六，七，八。动作的时候呢，只有你的，注意啦，后背、上背的部分会离开墙壁。所以你要很确实的让你的臀部贴住墙，肩膀跟你的手肘两点，所以有三点呢是固定端，你要确实的贴住墙面，然后只有你的胸口往前推，往后关，动作的幅度很小，但是效果非常好。所以我现在放音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每天2分钟，8下。好，老师。所以一半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固定一下脚上，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正侧面，我的后背跟墙壁离开的幅度，有哪几点你会特别有酸软的感觉？注意喽，
我们的锁骨侧弦，还有呢我们的肩胛骨的内缘二字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天使翅膀线。更重要的一点是会让你很惊喜的是，你会觉得副乳的两侧呢有被收好好，这两侧如果腋下副乳两侧跟你的腋下会有一点酸到要这样发抖的感觉呢，就是非常有效率的做对了。每天两分钟八下，现在赶快跟我一起消除你的肥厚臂膀肿胀背漏，让你的锁骨线重建。